又下垂，又痛啊！现在那个拜登呢，不但成了一个洛杉矶，既是鸡又是鸭，不一样啊！但就不是老鹰啊，就不是老鹰啊！要么洛杉矶就不一样啊！现在的状态就这样啊！能挺拔的也只有川普总统。 那些人呢，不一样，人家说的那利弊啊，想企图两弊啊，他们努力的，想企图啊，但是老百姓还是看得清楚的，老百姓还是看得清楚的。你操弄也只能操弄一次，偷盗也只能偷成功一次啊，下次没那么容易了啊。然后那些人枪一下子全扫进了历史垃圾桶里边。好了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